来哦，非常漂亮的造景鱼缸，后边红宝塔，啊个绿宝塔，搁这啥珍珠草，啊用诶用那些植物才漂的呢，对啊，哦，这鱼中鱼设计书稿哦，只要1499。再来这一卡，什么买小道缸送什么火鸡，什么什么急火虾，诶，现在呢？造型做出来真好水，然后下面那些石头，还有一挂拿些安尼，啊屏风缸，大概是这样子，细细长长的。过来，这叫做什么？狒狒哦，狒狒跑来那个鱼中鱼哦，高爸高安真真赞呢。这个造景非常漂亮，然后有几个小石头这样子衬托出来，哦，非常的漂亮的一个鱼缸，叫做狒狒，非常之水的，哎，屏风缸，哎，佮拍 CO2， 哎，我感觉这个感觉呢真赞，开放缸啊，然后内底佫有一只羊啊，哇，几只鸟鼠伊啊都要丢死啊，哦，佫有一只这。妈妈呢？哦，真的不错哦。哦，然后这个大概是一个手指，那啥，一个手掌这样子。哦，再来，买小品缸送两只吉我虾，一只是那个啥，哦，懒人鱼缸系列。这个做这产的真正假，一个有一个吞云吐雾，内底佫有克隆。啊，会当有内底有麝香乌龟，会当伫遐爬安尼啊，安尼赞的哦。过来，讲我这个就是它下面是黑土的哦，啊，这就较轻较标准啦，哦，啊，1499元，内底佫有迄个啥，类似像火山岩那种东西。过来，特价2199。这毒这就较标准，伊即马用好多咧起水啊，然后里面有一些墨丝啊，还有一些水草，这个造景的话就是比较像一般吼、哦、家庭在用的感觉。再来这一缸，这边给它占了，还有一个吊柜，还有拿手的球啊，来，这个叫做那个啥小公鸡之鸡鸡缸。欸、我感觉这买来这造型，我来取经了看卖，以后后壁阁会当用。安尼看就真真足舒服哦，你看，对对，真赞。再来，迄、那个小红球之什么莫斯缸，内底阁有这那万里长城啊呢？万里长城，万里长，哒哒哒哒哒哒哒。过来，吃。这是算迄个啥？哎、欸，我即马转来，搁做想要来迄个啥？开始个内底鱼缸把它翻缸掉了，哎、啊，这个算是做两期的起来，这个缸起来这样就漂亮了。天鹅缸哦，内底搁有天鹅，我之前内底搁有用个猪八戒，你知道？嗯，真正袂歹，饲几只安尼造景看，足疗愈的，真赞哦，好。在哦。